肖韵仪和建华的相遇真的是一种缘分，真的是很奇妙。然后我觉得他是很有肩膀，对自己的前途很有计划的一个男人，我觉得我可以把我的终生幸福交托给他。建华，我来自西部。2006年的时候，我去到沙巴大学读书。在第三年的时候，我就因为一个功课的缘故，然后我就跟刘韵仪在同一组了，一起做功课。然后之后我们就觉得做功课的时候很合得来。姐妹，我们来。从建华跟我求婚的那一刻，虽然真的很不浪漫，可是其实以他这样子的大男人会肯这样子跟我讲要比我们结婚啦，我已经觉得很满足，而且也觉得很甜蜜。至少我知道他真的是想和我永远在一起。我真的很幸运，我能找到像建华那么有肩膀可以给我依靠的男人。我爱你，建华。 LB, I love you。这个是LB的嘴巴，沙发一人一个，你两瓶旁边上沙发，我们三个，这个不是，不是，这个也不是。哇！噔噔噔！哇，大姐你好漂亮！刚才我被人家强吻哦。Brother，Thank you, brother。开始打啦！哦，那好。The name of the Father and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. Amen.Well, I will ask for a little bit. No, nothing, fine.